到洪水桥睇长实嘅盘叫做 Leo Star， 呢度比我想象中嘅发展仲要好少少，嗰边都有啲屋苑起紧，呢就都系一个新式嘅屋苑。隔篱就公屋居屋嗰边啦，由洪水桥嘅轻铁站行到去个楼盘大概十分钟，沿途都会经过洪福村嘅商场，周边都有啲巴士站，相对嚟讲都方便嘅。睇下长实打咗七折嘅 house， 大概1100万到，究竟系点样嘅？我哋望下。Leos 位于洪水桥洪源路二号，是一个低密度的屋苑，提供341伙，啱啱入伙没几耐。我哋而家睇嘅系三号屋，实用面积就778尺。呢边就一个花园入口啦，然后就一个大花园，308尺，好方正。花园就可以摆喺啲茶几啦，然后做下啲太阳伞。大门嘅主入口就系玻璃门嚟嘅。入到嚟是一个长形的厅，摆了梳化、电视、餐台，整个楼底都挺高的。OK， 整间屋就 LDK 的设计，所以个厅是特别长身。厨房就是长形的，设置了 L 型的柜台，左转就利用梯间的空间做了一个储物位，应该可以摆到张工人床的。然后一个大雪柜，还有些收纳物。厨房的设置其实挺好的，同埋佢啲炉头够多啦，星盘有两个。呢边就有一个客厕，企理嘅，简单用到。成个厅非常之宽阔。呢边就是睡房。佢做咗书房啦，不过可以俾老人家用，咁就唔使行楼梯啦。望翻佢自己花园，上面就系睡房区，上到嚟啦。第二间房都好简单咁样处理，一个衣柜，一张床，再转过嚟浴室，好企理。呢边就主人房。主人房就大好多啦，呢边仲有位俾你做一下啲梳妆台，有一张床啦，三边落到床，一个露台位，望嘅景观都几阔嘅。边做咗一排衣柜啦，有主人房嘅浴室。浴室挺多的，楼上有一个，楼下有一个。如果这个主人房的浴室没有的话其实 OK 的。不过冲凉就有两个啱嘅。然后顺着这边行是306尺的天台。我们看看。天台就摆了一张茶几啦，啲户外灯啦。有一个 BBQ 炉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些灯仔。仲有一个来去水，最后尾就望翻自己内园景。成个天台几大，睇落去都几舒服嘅。1100万可以买到特色单位嘅 house， 其实几得意嘅。